数之后，由主持人举牌决定是否过关。如同时举叉，将退回原点。若一个人举圈，一个人举叉，参赛者留在原地。如果主持人同时举圈的话，就无条件往前一拨。好，就所以这个打叉圈必须要退回原点。好，这一次产生的第一名呢，他有一个权益可以对最后一名下手。我们看到在凡哥的旁边呢，有四个信封，里面装的是今天四位嘉宾的酬劳。是，到时候第一轮游戏结束的时候，诞生那位冠军，他可以吞掉最后一名的那个人的酬劳。哎呦，空心人皮大富翁，今日最优先抵达终点来宾，可以无条件领取最后一名来宾今日的录影所有通告费用。可是他们每个人价码又不同，可是总是可以吞掉一份别人的酬劳。是，所以马 Q， 你最想吞谁的酬劳？小钟哥。哎呦，啊，哎呦，所以业界都知道他的酬劳是最丰厚的，好像还蛮高的，真的，好像蛮快的，好不好？没有。好，胡小珍小姐，请你作为第一位参赛者，请你到起点那边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在起点那边。是。好，小珍。我们的来宾可以选自己值或者让汉典帮你值，如果你相信你，你自己是相信自己 ，trust yourself， 命运，命运 ，self， 命运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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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几点？到底几点？命运，命运，我靠！真的，我还蛮想看的耶，人人都会模仿，请你站在这里，会模仿，模仿。我模仿的人，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啊？没关系，你试试。你模仿我们来看嘛，是啊，像不像？好啦，这个。你是说你要模仿你们诊所一个护士啊？是我们都不认得。我来模仿这个，最近很红，大家一定都知道。好吧，这么。但是这有牵扯到两个人，哦，所以大家仔细看了 ，OK， 好不好？好。这个，然后另外一个这样，这样看得出来谁吗？一二三。你怎么看不出来？看得出来，可是会不会太容易呢？好，刚才是一圈一叉的结果呢，表示胡小珍呢，等下会留在原位。哦，你既不能变，可以退，好，可以往前走。你哎，没有这么懒惰啦。你有看到那个棋子会倒下来的吗？好，下一位是小钟先生，请你到起点。加油，加油！啊，对，加油，压力很大。即兴创作，小钟命运啊！自己闪还是我帮你？交给命运吧，交给命运，交给命运吧，交给。人人都会。你的模仿还有新招吗？模仿有有，他很多新的来。应该很久没有模仿新人了。其实我不是靠模仿。对呀，你要消毒了，赶快模仿。别再哭了，琪琪，你看得很好笑，快点。我不要看琪琪哦。我不看琪琪，讲掉了。我也不要看费玉清，我也不要。杰伦呢？他手伸这样，你就知道费玉清了。全部都讲完了，准备要出来。有没有新出来的艺人？新出来的叶启田呢？叶启田，你有没有？叶启田，你有模仿过吗？有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吗？你能够啊？你是？一夕一季梅花暗叹，他该退后了吧？阿弟，等一下不要踩到一点。陈雷，陈雷哦，那里红尽头。老天的明草草，布袋戏，布袋戏，布袋戏。一起总驾临，赶快天台照啊，赶快！这个，都赶快！啊，徐熙娣，一二三。给得出圈吗？你给在哪一个人上？不是，因为他竟然可以模仿每个人都一样，也蛮难得的。因为陈汉典会不一样。我有被布袋戏感动到哎，因为他这样说话，他这样那个这样走路还蛮有心的。所以你觉得胡小珍会特别研究在车上接吻这件事情，是跟他个人的际遇有关系？不好意思哦，虽然在车上被拍到，但没有接吻哦。没有，你说那个你先生对啊，因为他那个是直接在 hotel， 所以你是看见。是，因为 S， 你不觉得自己曾经在车上看到过那个别人被拍到的照片，然后会沉思良久？他们比较会研究其他人在车上被拍到是什么景象。因为我想她老公也是一届人生吧。来啊，那你老辣妹，你很会吧？哦。他是这样子啦，马尾妹。你怎么有注意那个照片吗？
好，所以呢，你两个都得到，你可以往前面无一物的多跨一步，哎，是，对啊，你过关了，就命运了，哎，对啊，你不用玩命运，不用，因为他两个都过关，前进一个，好，好 ，Mark you， 真的不要磨，你有翻得动吗？你先命运给我们看啊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你要自己直对，自己直命运。有这么重吗？到底心里要翻吗？你有这么柔弱吗？不用，那直接闪。对，好了，我们看看到底是几点呢？一，欧巴，直接二，好高哦！命运，我们来看一下命运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命运是什么呢？恭喜获得带牛皮纸袋，对。这样的一个带着牛皮纸袋进行到下一轮吗？没有错，我的脸呢？是啊，哇，那可是他现在是最漂亮的来宾，为什么要蒙住他呢？你带纸袋会不会像大神啊？这是命运的安排，是。有人要替他带吗？我们可不可以让陈汉典帮他带？是不是？对，这是命运啊！对，那是啊，要轮到谁掷骰子？对。哎，照造型好棒哦！你以后，你会不会这样子主持好了？哇，看起来很随和哦。对啊，而且应该要这样给他。先等一下，可以了吗？哎，你们要不要？受不了，要拍地板，受不了，要拍地板。Give up！拍地板，拍地板，拍地板。好，你要帮他带啊！好了，帮他带着啊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好，下一个，你要帮他带，你代替他的。哦，我帮他带，不是你带他，是你帮他带着。是，好，没问题啊。带好，好，带下一轮。好，是。哇，龙哥，哇，龙哥，哎，没有人值过三，你值个三吧。命运，来个命运也好。可是即兴创作很尴尬。三会挡在你前面，对，走开啦！我三他没办法。即兴创作，即兴创作是我今天最怕的。对啊，即兴创作怎么办啊？要用某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来编出一个他现在的心情。什么歌？这很容易陷入死胡同哎！可是如果今天是四位来宾当中，应该 Nono 算是最会。你们四个可不可以走开啊？不要再玩近视了，我们在玩游戏。很恐怖吗？很恐怖吗？很近啊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好不好？好，老师会弹吗？来，两只老虎。好，那主题要给他吧，随便随便你。啊，两个。噔康熙来了，康熙来了，真开心，这么容易，真开心。男生叫做蔡康永，女生叫做徐熙娣，硕士第一，硕士第一。好尴尬，好尴尬的歌哦，真丢脸。主持人感觉好蠢啊，不是你选错的。好，即兴创作，诺诺完成这首《康熙来了》的即兴歌曲。S 跟我的意见是一二三。哎，谢谢谢谢两位，好哇 ，OK， 换成挡住我，你心情会比较好一点。我真的变好了。好，下一位又换小珍了。哎，助理，你可不可以做一点事情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你打他的，哇，三，一，二，三，有机会，机会，机会，哇，你好棒哦！机会，可以让机会，他获得机会一张。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机会到底是好机会还是坏机会呢？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，哦，这是什么？可乐，喝完一罐可乐啊！我们现场出现了非娱乐圈的人士，是杜先生，请问你的特色是？很会喝吧？你见长的是喝得快还是喝得多？喝的快又多，喝的快又多，快又多，对啊，所以你最高纪录可乐的记录是可能超过30秒就 OK 了，30秒，十秒，好帅啊，哇，那么大瓶哎，对啊，小时候上厕所30秒都不够，尿不完，你不会尿，好，杜伟，准备好了吗？可以，OK，喝完哦，好，我们一起欢迎杜，杜先要开始了，一二三，请开始，哎呦，应该是先让杜先生喝吧，小珍你在干嘛？有点渴，我要看，真的假的？哇，那个汽水哎，哇，没有瓶哎，天哪，吓人了！哦，第一口就一整，哦，哦，
哇塞，杜先生果然是达人，你看看这2公升的可乐，才过了几秒时间，半瓶可乐就要下肚了，好犀利啊！看我们这么紧张耶，太苦怪了。没有，因为刚刚有一点摇过啊。OK 了，喝到这边也没关系。我觉得很厉害，这样就很厉害了，厉害，这样就很厉害了。你这样就很厉害了，哇！杜伟伦的表演非常古怪，哇！34秒完成了这一瓶。我受到一个洗礼，以后不要再整路人。好，谢谢杜先生，谢谢。好，杜伟伦完成是34秒，那接下来胡小珍。你妈妈来一点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因为那个酒我太猛啊，他会一口气卡在这里，你很不舒服。我们只要看你喝第一口，然后必须要停止的时间有没有比杜先生长，长就通过了。因为他刚刚第一口是多久？他大概喝了10秒左右。10秒。好，开始哦。可以吗？好，1、2、3，请开始。哎，小口喝好像也不错。你比杜先生厉害耶！聪明的小珍使用喝小口的 pebble， 一点一点的喝，为了过关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呢。哎，是他找到了一个方法，就是他可以一直都不要换气，他就慢慢的吞下去。算了，不管了。他赢了，恭喜！有超过阿丁啊？有啊，你有超过，我用小口来喝了，很厉害。可是。要到明天，可是我觉得他喝的分量应该是半杯吧。他就是很一咪咪咪咪在往底下咽，对不对？这样比较好，算大口味，算你取巧成功了。但是我的胃有胀起来了，恭喜你再往前一步哦。哇！所以目前很厉害，小珍是到了这一个了哈。在这里，好，下一位是小峰哥，小钟。哎，好，来，来，我们看到底撒到几点呢？你去带他的吧。你本来在哪？你在命运啊！他通过了命运啊！对，所以你一个是即兴创作，来吧。他很容易的，他是大才子，太厉害！我要创作什么东西呢？就随便用一个耳熟能详。老师给我个什么 C A M I F G， 我就随便用一首。哦，厉害！我来是歌手，这么有才华，还有气质一点的。好，来来来。康熙，你现在你现在哪个太久了吧？你怎么会蠕动很慢呢？